不敢就不敢，理由一堆。那个谁，有种不要走，有种你不要走，200暗葬我就点。哪有说我不敢的？这一件我估价超过30000以上的堕落克莱登是假期的哦，假期的堕落克莱登百金斩靴即将要涨价喽，各位观众，平百金即将创造全服不可能的假酒堕落克莱登的板金战靴的传奇吗？自信点，自信点，各位观众，过来！各位观众，过来！各位觉得这个这样够狂吗？够狂吗？这样还可以吗？这个纸装数量觉得还可以的，帮我一波七刷过去啊！谢谢各位，这个纸装数量应该是很够冲的哦。再一次，哎，各位可以一波七刷过去了。一波七各位观众，究竟平百姓有没有可能顺利一次3+5如此猖狂？你敢信？好了，好了，好了 ，Q 啊啊啊！3+5，有点尴尬。有点尴尬，3+5，应该运气不会这么好，一次全过吧？哎，来了，来一波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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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干，再来，再来，再来，我觉得再爆剑好了，几率又把它弄乱掉了。你看有没有？几率被我弄乱掉了，好，现在我没点下去。各位观众，OK， 没问题吧？这样冲撞一次贼会吗？一次直接上加五啊！如此猖狂，你敢信？没错，好家伙，刚没有直接按，直接按就爆掉了。哎，又来了，这么 lucky 的吗？来吧，帮我刷个七吧，83%的几率哦。这哪变起的啊？都是招牌款哦，83%的几率哦。好像还要再订一件，再一件。什么再一件呢、啊？就这一件了、啊，各位观众，重双一字诀，干！各位观众。只上一而已。好、哦，干鬼辛苦清光，你看，干这个冲这个装备有点贵，不好意思，有点贵，这有点贵。刚那件多少，你知道吗？9999，刚那件9999，就一瞬间就没了。对了，你们刚说的没错，真的还要再一件。再爆一件，他妈的爆！冲装一字诀，Go！
为官受。一波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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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装一字诀，穷装一字诀，怎么可能三连爆啦？三连爆了，工程师就不好看啦。究竟平民百姓有没有可能顺利冲出我们这四武器？不可能的假期奴婢啊，传说中的鞋子呢？重装一字诀，哪个字？表示说起来啊，狂是不是？没错，观念很好，很棒啊！优质的观众不多了，狂啊！等一下，这次一定爆，这次一定爆，看好哦！这次爆了啦，爆了啦！你们呢？来一波七刷过去，重装一字诀，哪个字？聊天室。正确的刷出来，我想知道你们的观念是不是一个优质的、一个懂游戏的人哦。刷出来哪个字？重装一字诀哪个字？究竟平民百姓有没有可能用出重装一字诀，再次冲出不可能的假期堕落克莱端的钣金战靴呢？是过了，只不过是加六一年嘞。来吧，这边吧。哎，好鸡肺哦！我闻到了，你没有闻到吗？我闻到了，你们闻到了吗？闻到了，帮我刷出那个字，哪一个字？你们闻到那个字的味道吗？哪一个字？哪一个字的味道？梁先生，梁先生，告诉我哪一个字？哪一个字的味道？梁先生，先确认一下哦，确认一下眼神。蹦蹦炸弹会炸是不是？我试一试。哎，真的炸掉了！重装一字诀哪个字？用力的刷出来！各位观众，究竟平板性有没有可能创造不可能的加巴多洛克莱登的钣金战靴的传奇呢？各位观众，活了，活了，活了！狂啊！狂啊！狂啊！啊 ！KO！KO！ 差一点点，不过这期很强了，佳期很超级强了。真的啦，我拿给你看，佳期超级强了。你看，佳期比我加帕卢卡斯鞋子还强。台湾最狂直播主点了就狂起来，他怂了，算了啦，不要说我呛你们啦，300赞我就点怎么样？不要说我呛你们啦，我不是我在讲，现在观众手都已经跟断掉一样了。300赞我就点，都要 sick 500噗呸，今天500噗呸呸，300你别给他吹了。没有啦，那个很贵啦，干真的很贵啦，不要干傻事。嗯？哎？点，你看大家159赞的，大家都这意思就是不要点的啦，对啦，哎那直接过这个加巴就好了。哎？哎，三连爆哎！不敢就不敢，理由一堆。那个谁，有种不要走，有种你不要走，200按赞我就点。哪有说我不敢的？谁叫你200？300赞我就直接点200199。200赞，有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刺眼啊，眼睛不要眨。对，我开始我的表演。想着想着我都想笑啦。这一件我估价超过30000以上的堕落克莱登是假期的哦，假期的堕落克莱登反应战靴即将要涨价喽。各位观众，平板星即将创造全服不可能的假酒堕落克莱登的钣金战靴的传奇吗？自信点，自信点，各位观众，欧拉！四点到，赶快装卢比亚是不是？再补一件是不是？我很多鞋子是不是？这才真正祭品是不是？呀呀呀！重装一字诀，哪个字用力的刷下去？各位观众，今天其实。真正真正的装备就是我们的加酒罗比亚的鞋子。各位观众，我了，我了，我了！干你娘！嘘，五连爆了！嘘，公司有没有动手脚？一看就知道哦，六连爆！34%，将近47%，几率六连爆，能看吗？你们不要拉我，千万不要拉我！我敢给你臭小娃子！三。你啊搞嘞，崩鬼你啊！我崩鬼你啊！我刚爆几件，我刚爆几件，我刚爆了几件，啊！我刚爆了几件，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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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还是让我过了吧，还是让我过了。你啊搞有多水饺嘞？敢揪车来，要不要送走？妈的，刚爆几件啊？刚少说爆了50000吧，这个东西很难有祭品这种东西的，所以干我只能直接点符文祭品流。哎，干这好像有用哎，符文祭品流，干这招有好像有点道理。符文祭品流 ，KO！ 啊，赚到了，赚到了，一次直接过。哎，刚谁说符文祭品流？感谢你，感谢你，干这个建议太棒了，我爱死你了。一次失败，两次失败。三次，再次，四次失败。各位观众，符文祭品流，欧拉，欧拉，啊 ，Q， 嘿嘿，很好用哎，很好用哎，就是符文祭品流。干，这个小瓜仔好像真的蛮 lucky 的，这几盖我清哦。一盖5000，点一个5000哦，你知道比一缸的薪水更加多哦。干，你们看起来轻描淡写，可是那个都超贵的。好，再一次符文祭品流。哎，符文祭品流真的有效，我真的觉得有效。干，
欸，怎么现在第一个都会直接过啊？就是没有连续失败了，两次、三次、再次、四次。等一下，我就再一次，我就知道。哦，你也对啊，连续失败五次咯，各位观众。干给弄掉，干！可是我好像可以把它点满诶、欸，要不要看点满了、啊？干，我有点痒诶、欸。冷不防 ，KO， 嘿嘿，满街血血各位，我趁公司哎呀冷不防的时候，我就把它点下去。哎呀，哎呀，一个冷不防啊！哎呀，观众是不是有点错愕了？哎呀，哎呀，你们是不是也错了？哎呀，哎，对，没错，哎，趁公司来不及反应的时候把它点下去，厉害吧？你、欸、现在都一直成功哎、欸，连失败两次了，我觉得可以来了。来，各位观众，对啊，这点这个就过了、啊。哎、欸，干你闹嘞！再来，最好连续四次失败哦，已经四次了，四次五十八失败连续了，连续五次五十八失败。来，天师，帮我 highlight 六次失败，会怕是不是？会怕是不是？你们看那个几率，再一次，几率一样都是写五十几趴、啊，怎么可能他妈一直失败？一次，两次，你妈妈的，再一次，两次哦，六十趴连续失败两次哦，再失败啊！干，三次，干过了，奇怪了，我觉得直接点就好了，真的哎。30%，再拼一次，我就有机会。公司在看台，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公司在看台？有没有看台啊 ？KO！ 谢谢各位。这个 Hit Two 哦，我跟你讲，我玩过这么多游戏哦，我跟你讲 ，Hit Two 工程师啊，可以说是非常认真以及优质的一个工程师啊。晚上9:49了，还在加班。你说这样的工程师，这样的游戏你不玩，你还玩什么游戏呢？你还玩什么游戏呢？哇，这可以继续哦，再加班一下下好不好？再加班一下下就好，可不可以再加班一下下就好，可不可以？可以吗？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请记得右下角按个订阅，右下角按个喜欢，订阅旁边的铃铛按下去，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消息。记得分享给你好朋友，我是皮白星，我老。